各位同学，我即摆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即摆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好。好。咱这节哈是此事格言哈，妇女的使命，让我们啊，即摆有迄个台语听无的无？台语听不懂的，无哈，哦，一个吼，咱男的讲安尼吼，为什么要讲此事格言？咱明仔载过一天毕业了后，是正式咱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，对不？所以吼，咱是正式的政务官，也就是我们要来领导人。那么你若是要做人，要安那领导人，所以咱必须要来探讨咱处事的品格道德，咱一定爱足注意。虽然咱年纪足大，对唔对？啊，毋过以前捌领导过人的人，也一下手咧，谁当过公务人员吗？我在日本有领导，我们派过手，加油！好，以后我们多多跟他请教哈。所以讲，大部分咱拢无做过政务官，那么政务官要做啥物？咱就是要领导所有的事务官，咱唔是要去办代志的，咱是要去领导人。那么领导人的策略，咱的风范。一定要值得人尊敬哈，所以讲，咱一定爱去注意这代志，包括我食到这侪岁啊，我都还在学习。因为安那，人讲做事容易，做人难嘛。做天公公，人嘛要得嫌，对不对？做袂好势，所以咱这个足重要的哦哈。咱要安那来处事，以中道为主。袂使有家己的执着观念，所以在个人方面，咱细汉咱有学过仁义礼智信啊。那日本吼，我来回回四十几年，人因呢教育廉耻、礼貌、守信，然后注重呢，对不对？日本人这个四个一定足遵守，是呐。全世界日本人上界有礼貌，那么咱台湾人即马唔知安怎，家家吼足无礼貌的，对不对？你有声音无？所以讲咱家是经济，从我们开始。咱那日本人呢，守信用第一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日本人咱甲称为啥？以前咱讲弟阿公。教，那是一个比喻啦，不是侮辱啦吼。讲日本教就是有教忠。啊，咱如果讲咱做一个政务官，咱做一个官员呢，我们要忠于谁啊？台湾民政府对不对？咱在秘书长的领导下，咱爱忠于我们的领导，对不对？那么。忠于领导，咱就袂使讲，外口出去乌白讲讲的，咱如果对伊走呢吼，咱已经有一变足大变的浩劫啦吼，所以讲，这个问题咱一定爱记在在心，绝对袂使讲对咱的法律无关心的人，人讲讲的，佮对人走，那么咱了解这的精神来遮。上课，而且吼，我们台湾民政府付出这么大代价给咱，那是足幸福、足有福报的人，那么我们白白又失去，那是足可惜的代志。所以我希望说，上这个课以后，咱牢牢记在心里，让我们自己处事能够更圆满。啊，好咱呢，一旦讲吼，我们整个。政府的团队，我们来对我们所有的人民都有帮助、有照顾
而不是自利自私，这样子非常可惜。所以说，仁义礼智信，咱一定这个是我们做人的基本。仁就是说，咱对人爱有慈悲的心，一定爱爱人，把人民当作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去哈，去日本，咱有请一个老师来讲教课。那么有解释日本的教育，皇帝就是皇民一系，什么科系的系啦哈，对讲你人民甲我皇帝是一个身躯啦。所以讲，咱后摆啊，咱要做官员呢，我们不要把部署跟人民都当作我们的奴隶，这是足大足大的智慧。我们要每个人当作我们的部署，当作咱家己的身躯，是咱的手，是咱的脚，是咱的目睭，咱的鼻啊，每个都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日本为什么会那么团结？让因从教育当中，皇民一系，安尼四维都大家足清楚，所以咱台湾人呢，未合和，未团结。那我们年会的时候，那个标题呀、啊，执政团结爱民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这足重要。那么呢，这个人，咱一定要对人足慈悲，足有爱心。不是口号而已，不是嘴说爱爱爱，结果爱来爱去、哦、做出来行为都对自己有帮助而已，对别人都没有帮助，而且有损害。这是很重要，我们做一个官员，今天要来领导台湾，我们要焕然一新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、哦、不是这样像习近平说很爱台湾，他就为他的利益而已啊！伊敢有敢想看卖呢？咱吃苦六七十年啊！啊，伊搁敢爱去，咱敢有前途？有无？绝对无前途。那么义呢？一定是都是爱忠啊！咱人若无忠哦，无成人啊！你若是讲今仔日嘞，你来拜我为师，啊，明仔再出来要变师傅，要隔壁搁开一间来变师傅吼，啊，这敢有成人？这绝对无道理的吼，所以义咧，仁义礼，那么礼貌，就是爱尊重人啦。尊重人，包括咱的上司，包括咱的部属，包括咱的所爱的人民，咱拢一定爱一礼相待。啊，袂使高高在上吼啊，安尼，干那吼啊，做着官吼啊，不可一世安尼大家。未成望大进，这吼、哦、比共产党都搁较弱啊呢，所以讲这点咱嘛绝对袂使。仁义礼礼，咱爱做较高啊。每一个人咱爱值得尊重，一定爱该尊重，爱有礼貌。咱台湾人吼、哦、就无礼貌啊，这妈妈吼、哦、啊也袂少少问，啊那拄着黑人拄白人。我们要养成像日本这个习惯，你看到有熟识无熟识，眼睛眼对眼一定打个招呼啊，笑笑啊，那对方也会心情很好啊。所以我们要养成这个社会的和谐，我们的气氛啊，在生活当中大家要很快乐，安尼咱这个政府才会坚强。哦、所以说要为我们开始改进，开始提升，我们才有祥和的社会，有祥和快乐平安的社会，我们才有强盛的国家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说理、啊、智呢，智就是说我们要智慧，我们有智慧就是说一定要判断事情，你袂使讲人讲一个，啊，就听咧，啊，鼻啊，就牵咧行。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自己，你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，爱查清楚，唔好讲一面倒，人啊讲啥对人行。我们是要人家跟着我们走，
咱是要来做政务官，要来领导人，是一个成功的领导人，不能跟着别人走。人若讲啥，你就听落去，你就来得红指挥，不是去指挥人啊吼。所以，那你自己要有正面思想，一定凡事为好的方面。就咱秘书长的足，真正非常钦佩的一个人，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，人家骂到要死的，从不回应一句话。人讲，哎呀，卖了时间，咱做咱的代志，那真的圣人呢，不简单呢。啊，我咧受气，我搁会刀红听一个呢吼，伊拢袂，吼，迄是足无简单诶。然后呢，咱爱家己判断，绝对袂使讲啊一大堆人，即个讲迄个讲，哎，一个唔相信，讲一个人讲讲，这都事实呢？不可能啦！咱中华民国足侪人拢讲因是中国诶，敢怎啊变因中国诶？事实一定要有证据。咱后摆做一个政务官，你要领导人，绝对袂使冤枉人啊！你如果帮助一个坏人，你会害死很多坏人、好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害人，你好人害你害死了了，那你怎么领导？你去予歹人鼻啊牵底行，你会被他所影响，被拉下来。所以做一个政务官。卖讲政务官，咱一般的处事，那是这个道理的哈。啊，所以字很重要，你是要判断，一定要看清楚。啊，你讲唔知影，无你要查个清楚，袂使随随便便人讲像唔对，啊，你这个就该切掉啊，就该制裁啊，那是足冤枉的，绝对袂使安尼。搁再来信，就是讲你一定要有信用。比如讲，咱台湾民政府来这边没有叫你宣誓，但是咱家己受到恩惠，不能没有感动、没有感觉、没有报恩的心。那这个信用是人的第一生命，如果不幸而不利呀、啊，咱无法度徛起伫这個社会。所以讲吼，信用。咱讲积德积能的呢，能，所以讲君无戏言呐。咱做了政务官，不能随便开口，乌白答应，乌白讲你家己的想法。如果上面没有指示，咱袂使乌白开支票啊。哦，所以讲吼，咱讲落来话一定要遵守，然后要有信用，人家会尊崇你。然后你要做事情，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，安尼对无？这足重要。虽然大家吼拢比我较知影，但是咱一定爱好好了一个时间，咱来遮研究，所以吼每一个人更加慎重，更加可以有把握来当政务官。所以咱台湾呢，百几个洞，两百几个洞，没有人在做教育，只有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得最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嘿，所以讲呢，咱下面的我们的题目，这就是讲做人的根本。咱若未做人，咱绝对无法度做事啦，吼。所以讲来，咱今仔来讨论下面的这个。问题哈，道理就是讲，咱处事就是一个道理啦。啊，道就是讲，你一定要入道，入道你的就是讲，啊，真真正正合乎理由啦，哈。啊，这个理就是讲，这个理一定要公平呐，所有的对立不平都是不公平。是不是安尼？世间这都是道理。啊，你若讲，敢那对你有利，也对别人拢伤害，那就更差了。吼、哦，所以道理吼、哦，所以咱要讲这个道理是千千百万条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尽可能来讨论。
吼，咱这个时间来，咱来讨论哈。咱是要判断别人的价值之前哈，先要穿上他的鞋子走一里路。这是一个比喻啦，就是讲我看到一个人，还是听到一个人的代志，你都要去讲评断他是怎么样。足侪人拢该给个报，对不对？鸡婆当然好啦，有的是说好心，但是你袂使做烂好人呐，吼！你无了解的时阵，你随便开口去讲，这安尼拢无对当。所以讲，穿伊个鞋仔干，行一里路，你就是讲，你一定要对这个人非常了解，你才会当评断他的所作所为，袂当讲人别人讲讲的，还是讲你凊彩看一下。啊！你就开始讲啊！伊这都安怎都安怎安尼讲出主意，还是讲安那？这个非常忌讳，因为每一个人啊，人讲吼、哦、海水不可斗量啊！吼，因为安那每一个人他的想法做法，你没有非常清楚，我们不能随便去评判别人，或是批评别人，还是讲去估价他的价值性，或是伊的所作所为，这足重要。所以讲。不要随便谈论是非，安尼意思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每一个人，人咧讲什么人，咱未使有足侪的意见，因为我们对他不了解。讲到咱的上司也好，我们的部属也好，我们不能随便谈论他人，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团结第二个哈、哦，团结则无事不能。不团结则万般皆输，所以我们一个团队，尤其是政府啊，一定要团结，对不？咱台湾人会团结不？啊，会不？将来会哈，有信心哈，尤其是我们这些高的官员哦，一定要团结。如果没有团结，万般皆输。对不对？啊，团结才有力量。咱台湾人上歹的歹处，就是袂团结啦。就是人讲安那，我有听一个迄块卖鱼的讲，傲鱼报讲转转头啦，转转头，你知无吼？我嘛要做头，你嘛要做头，大家拢要做头啦。啊，拢无一个讲咱的上司呢，平平大吼。啊，不是这样子，所以尊老敬贤。这个我们的道德理念一定要有啦，吼！人讲先得先，后得后啊，吼！啊，为什么我会站这里？你不是比我较憨吗？呢，都比我较敖，啊是安怎？我带先去吧，娘娘嘛。但是这点嘛值得，咱安尼该小尊重一下，不是讲大到位对，那个是根本的礼貌啦，吼！所以讲呢。咱一定要团结，团结呢，就是不能分你我。你那是分你我，一定不能团结，也不能不比上下。哦，伊就是安那，伊比我较含慢，较会比我较悬。啊，人伊较含慢都大声去卖啊。好、哦、啊，后摆啊，你较敖，你才过去甲拼过。然后正经要做着代志较敖的，你会向伊袂向伊就输你啊嘛。那是自动会去调整呐、啊。好啊！咱去吧，吼，咱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传承，有一个次序啦。好，所以讲，咱台湾人袂团结，吼，原因就是自私自利啦，凡事想到自己。那我们一个团队，一个输，全面皆输。咱要有团队的精神，我们要看团队，不能看个人的得失啊。咱袂使争取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吼，人日本人吼，就是以团结为主。立皇帝开始，伊嘛讲皇民一系。那么呢，团体出去吼，我较早伫台北吼开机科啊，拢做日本人，伊安尼一团来，因暗讲好啊，要来啉烧酒，拄到一个人的家属有问题，规定拢无出去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的心情跟大家一起同在，同样的心情来对待一个家人的不幸，
我们没有呢。啊，你的代志就是你的，我的就是我的。啊，那好做巴拉巴拉啦，好、哦，好做巴拉巴拉啦，好、哦。咱要同理心，把所有的人都当作我们自己，甚至当作我们的兄弟姐妹，这样去看待，同理心，我们一定才会强盛。你袂使讲啊，这伊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啊，都会受影响。我们每一个成员，他的工作效率都会受到外面的影响。那么，干那每一个人拢是你一支镜头啊，一支脚，一支手。这个有代志，吼、哦，一个镜头啊受伤啊，你工作效率就减低。我们一定要这样看待。茫讲你的代志都是你的啊，啊，我都做啊好得，你一个无加一力啦，吼、哦，一定要。很多人的力量一起来，我们才会有成就哈。啊，阿来第三题，我们若想游戏人生，就会一事无成。谁不能主宰自己，便永远是一个奴隶。哈，这就是讲啊，比如讲咱今嘛去吧，台湾民政府，那你不能带着讲啊，我去吧看模样的。这种心情，既然进来，你要真干哈、哦，但就是要用心来做好。我有心要来领导这个台湾，我一定爱做比别人较好。茫讲啊，我咧做看卖啊，啊我去吧哦，啊那别人做倒，我都对因行就好啊。不能这种游戏人间的心情。你既然要做啊，我们一定要有担当。那是无咧。一事无成，讲牙香对白，牙香对白没有很大的效果。你站着一个茅坑不拉屎，哈、哦，讲较歹听就讲，你占一个位，你不去执行你的任务，没有担当的话，所以把事情会搞砸掉。所以讲，一定要当你自己，不能把你的工作。或你所要执行的都是依赖别人，这样子你永远是一个奴隶，是怎么样？你是被人利用而已，被人指使，你不是去指使别人。所以说这你就是会当做安尼尔尔，袂当做一个成功的领导人。那么我们高级班以后就是一个领导人。那么四千个我们是政务官，政务官哈、哦，他不是事务官，不是叫你去遐写一办代志。咱是爱来领导人，你要有你的策略、你的想法，你一定要先知先觉，不是后知后觉的人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，咱就是要提升自己，磨练自己，咱一定爱把这个代志记清楚哈。哦来，越容易理解的事物，越容易保存在记忆当中；反之，越难理解的事情，越容易忘记。这个我们就是要注意了哈。像讲咱足大个代志，228台湾人红台死遐多呀，啊，咱时常和中华民国很多不公平的事物，过一阵嘛哈。啊，什么黄色小鸭出来人人的吼，大家拢袂记记了了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讲这足差的呢吼。你若是讲诶一个芝麻小事，你讲记几世人记袂了，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缺点呐、啊。所以，但是咱绝对袂当把咱的民族、我们受奴隶的日子跟事物来忘记掉。我们不是挑起仇恨，但是咱一定要记在在心，讲咱今仔咱是要来做什么代志？400年来，只有我们林博士自身先生把我们带一条康庄大道出来，仅仅这一次机会，而且我们又有这种福分来参与，咱一定。袂使每天不能忘记，所以吼、哦，食饭搁困，
我都在讲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人讲我是不是得到官癌呢？咱就是讲真正爱来做官，因为咱若无来做官，台湾敢有救？有无？沉沦，沉沦哈，所以说谁不下地狱，我自己下地狱。地狱很多人要我们渡，你大家拢唔站出来，那么拢站遐看，安尼敢会成功？不成功嘛，吼！所以讲，咱一定有这个决心，把我们被奴隶的，他说会把你当作人呢。但是咱后摆换咱的时阵，你要试问自己哦，咱袂使阁捡人较早遐奥博所阁摕来用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一课？我们要把七十年来的烂教育全部改革，我们的习性想法一定要改革。安尼对哇？如果咱阁照因安尼做，甘得爱咱？唔免嘛。所以讲，咱爱焕然一新，咱一定要牢牢记住，袂使讲啊，都念低袂记住，很容易。就一定不可以这样做哈，所以说来下一条我们就说，对众人的事一定要一视同仁，对少数人要这个推不对啊，追心自负，对任何人不要亏负，咱就是说不可以看官看低啦，一般人是不是都这样？啊！咱即马毕业了，咱是大官员，咱袂使阁像较早讲咧看官看低，一视同仁，无分大细汉，大家拢总是人，大家拢是咱的心肝，拢是咱的宝贝，都是我们民政府的宝贝，每一个拢当作咱的囝，安尼该疼惜。咱做人的官员，你就是讲父母官嘛。我早讲父母官嘛，那么父母官，你把所有你的部署，你一定爱当作你的子女来看，甚至人以日本就讲当作我一个身体，自己的身体每一个器官来看呢，迄个要个如何嘛哈？那我们的长官呢，我们要帮助他是我们的。父母甚至我们的祖宗来崇拜，为什么他可以当我们的长官？第一个讲简单，他的福报比我们大；真正的科学一点，他比我们聪明，比我们有智慧。当然，伊嘛会做咱的长官，咱袂使讲不该尊重，安尼没有伦理道德。哦、所以讲吼、哦，对。少数人爱追心致富，但是讲一视同仁无唔对，但是咱的心白的少之又少，唔是讲你把所有的代志都可以托付每一个人哦，这个你一定要看清楚。我刚出社会的时候，因为我读医的，我比较单纯，讲单纯，我妹妹甲我讲姐。不是单纯啊，是笨啊！我讲好，安尼嘛有理呢，我爱改进。我大家人拢当作大家拢好人呐、啊，啊，安尼讲好做笨啊，有影呢？你一定不能讲每一个人拢是你的心腹哦。虽然咱卖改分别，但是对你有心的，讲相视满天下，知心无几人，你一定也要知道。所以呢，这是每一个人。在领导人的时候，哈，觉得非常空虚，而且手边无人，每一个都非常寂寞的原因呐、啊，就是要得到自己不简单，要得到你的心腹不简单，但是你要有心去培养，你要先在对人家有心，你才会得到有心的人来协助你。啊！你无先对人好，人哪会对你好？所以我拢讲，对人一百个好，人扣三个对咱袂歹，安尼就收获很多了哈。所以讲吼，咱对任何人不要亏待，咱一定不能亏负于他。
所有对咱的人，所有的人民，被我们在管理的那个区块，但绝对不能亏待他。每一个，咱拢爱该动着咱的子女，我们不能亏待他，我们对他好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我们领的薪水是他们的，因呢，拢是因付给我们的，我们不能说大家像即马中华民国的国，敢无对一个讲？因即阵所领的吼，几趴，拢在感谢国民党呢。啊，我去甲足济官员讲咱民政府的代志吼，伊讲啊，歹势啦，阮即马领国民党的钱吼，啊，阮即马吼暂时啦，啊，那是连刚啊恁执政，我一定来支持。哎呦，我讲拜托诶，长官你讲错了，你领的是我们的薪血呢。是我们付的税金呐、啊，啊，不然给我公司去啊！哦，对了，安尼好了，我暗中就可以，吼、哦！都感谢国民党，国民党敢有搬六七十栋拢为中国搬来底，互因领薪水有无？敢有？没有。都是我们的薪水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都感谢唔对去啊啦！所以讲，该感谢的是人民的税金呐、啊。因遐大企业啊，敢爱感谢？唔免嘛，因拢节税呢，因拢官商勾结呢，啊，要选举到一支股票吼，安尼喷甲安尼，为天顶去吼，捞很多来选举呢。然后呢，嘿吼，一年收几啊百亿吼，给薪水不会超过两万二啦，安尼有良心无？将来我们都一定要调整。你吼输迄个善良人的钱，啊来，互遐大企业吼，安尼吃香喝辣尔呢？啊，怎么会白白人啊？讲白白人啊，啊是安那开始差很多，这是一定不公平。所有的对立都是不公平，血干的纷争都是不公平。那为什么不公平？他们没有慈悲心，无人呐、啊，无仁爱啦。伊甲人当作讲吼，我会把你当作人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本来我们就是人了啊，他搁敢扮作人，就是他心里没有我们呐、啊。只有那些吼、哦、富豪啦，可以让他们吃香喝辣，可以捞钱的目标而已啦，哈、哦。所以讲，下一题吼、哦，我们就是说，破裂的友谊虽然能恢复，但却再也达不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了，这很重要的。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，绝对不能随便讲话。所以我都说，咱的嘴是咱的门，你要把你的门关好。因为怎样，一个被你重伤，你不可以说为重伤的一个友谊，它就有鸿沟。古早人讲破镜重圆，还是裂痕在嘛？哈，是不是？所以讲，咱随便要甲人讲话，后摆不是我白讲讲的，绝对你讲到有时候说无意嘛，无意伤人，但是人家听了有心，这说不定。所以讲话一定要非常的善意啦，嘿，啊你呐。讲了唔对，马上道歉，把它收回来。人讲水破裂地难得修啊！啊，你甲破裂遐水，要搁甲拔起来，敢有法度？他心中有裂痕，因为安那呢？咱每一个人，尤其咱台湾人，即马足可怜。我们的70年来，就是不公平的这种策略，他们的这个政策，导致我们。人民无形中，我们的自卑感很重。老实讲，真正大部分85%、90%的人都是过得非常痛苦。那么他心里在淌血，经不起别人的触及，我都有感受到。因为你若讲了吼，
尤其咱的身份以后，会对别人来讲非常敏感。你所讲的一句话，拢是一句刀工嵌落去，绝对袂使乌白讲讲的。用鼓励的方法，我们的部署哪怕做错事，你爱赶快把它扶正，不是用责骂。你一定，他也有别的好处。但是这项卖，你不是用讲不好的字眼来对待他，他你牢牢记心，我永远永远袂当甲你袂记住这句话。那么就是失去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吼、哦，咱足好的助理，你一句话甲讲的安尼走去，啊，像这我拢足注意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无意中讲，伊听了无欢喜，讲，啊，你开始讲安尼哦，啊，有影，这句唔对吼，歹势，啊，你是想为对去，咱马上把它解释清楚，保持友好，保持。合作无间呐，哈，卖随便去伤害人，对咱来讲，咱较袂失去咱的自信呐，哈。所以讲，这是嘛足重要。人生是海洋，希望是舵手的罗盘，使人们在暴风雨中不至于迷失方向。所以讲，我们人生像海洋一样，哈。就是非常广泛，咱一定爱。咱即阵是政务官，我们也是一个舵手。就是讲，咱伫这个人生的当中呢，你不能不知道方向。咱毕业了后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一定爱准备讲，我们执政真的是时间在望哈。但一定爱准备，我们要待在哪一个？机构，我们要来服务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以外，你要准备你的专长，来向人家学习，买书来看也可以。哦啊、到最后，我才跟你讲，哎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当官？哦、我有跟老师学到一个撇步，也讲给大家人做参考。哦、所以讲，咱暴风风雨当中，哦、你绝对。就是讲，当我们在上班领导，我们在带领人的时候啊，咱一定要自由自主，咱袂使迷失方向。啊，都只讲过足济个吼，人甲你讲哦，安尼唔对，爱安尼去，啊，你就对人规定安尼去。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，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，不能随风漂流。安尼你。是得被领导，不是要领导人，这点足重要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我们要领导人，我要把这些人来带领做什么事情，来执行什么任务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哦。我们以法理目标，以我们的政策为目标，以我们的中央的政策为目标。咱袂使讲啊，我家己想要来做安怎就做安怎，这绝对是不行哈、哦。来，就是讲，不应为了读书而读书，应在阅读中发现自己及检讨自己。这就是讲，咱来家嘛是在读书嘛，哈、哦。所以后摆咱来执行任务。我们一定都有中央的训练。那么读书，你不是为了这一本书在读书而已，你一定要在阅读当中发现你自己及检验自己的习惯。我比如说，大家在这里，你读了同样的法理的书，现在练的是伦理道德。但是我们各单位是不一样，你待在哪一个位置，你一定要有你自己你发现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。不大家拢拢种同款的所在，啊嘛无同的工课，那么你一定要检验自己，讲我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要加强自己，然后来努力学习，安尼对唔对？
不能退缩，而且不用恐惧。你恐惧啊，我这个啊，无我两块买，不能这样子。啊，车坐来讲，随时无停车站，你讲要落车，敢会使？要跳窗啊吗？不可以，一定要有担当啊！吼，哦，所以讲，咱既然若敢去吧，你就是一定爱做好安尼啦，吼。所以讲吼，咱如果来上课，咱嘛是一定要不要只是上课，你要想到上课以后我一定要做什么哈。过来，等于讲静心独处时，常反省自己的过失；与人闲谈时，不要论断他人的是非。这就是讲，你那如果吼静静的时段，你爱去反省家己。每一个时段，你工作以后，你一定要独处静心的来反省你所做的、所为的，安尼爱改进无？吼，或者你可以问问你周边的人，我哪里做不好？啊，请你甲我指导，甲我讲，咱一定吼很多人。你那是甲讲你对答唔对吼，硬拗拗到底，人已经有甲你反应啊，佮还要拗到底，安尼敢对？所以吼，拗到底是不会进，不会进步啦。如果人老建议讲你对答唔对，要佮一直在解释，绝对袂进步。所以讲吼，咱反省自己以外，咱就是讲不要论别人的是非。如果别人无真正你真正知影伊有过错，绝对不要随便说别人什么错、什么错、什么错，卖讲遐啦。啊，咱秘书长讲来讲，哎呦，无时间啦，咱做咱家己的，卖去管别人错，他会自食其果，唔免咱个评论啦。所以卖撩遐时间去讲别人的代志啦。所以讲，如果代志不是针对你，你要来解释，或是你要来化解，我们不要把头脑放在别人那边呐。咱只是尽量去对人较好的尔。他做错，他自己去，哈，家己去担当呐。所以讲，咱一个团体上惊哈，乱谈是非啊，哈，这足重要的啦。谈是非谈到尾啊，哈，大家拢败亡啊。哦，无知的热心哈、哦，犹如在暗中奔向远方。好、哦，这种格言哈、哦，这是一个比喻啦哈、哦。就是讲受过热心的时阵哈、哦，人就是讲爱插秧啊，属于种来，就太过于热心。热心是好，要恰恰好就好了哈、哦。该你热心的时候你要热心，如果不该你热心的，你就是。奔向远方的时光，你会越来让别人越来越失言，安尼意思。哦，你想过头热心去插应书为人的，感觉你足烦。哦，你无应该插的，你该插人的，感觉你足烦。而且你讲的水准又不够，哦，人如果听袂落。啊，而且你又对别人他的事情不了解，你谈的事情根本无补于事，而且有伤害别人呐、啊、哈。所以讲，拄啊好得好，中庸呐、啊、哈。啊，来下一条哈，就讲真正有知识的人哈，就要谦虚跟谨慎；只有无知的人才是冒昧跟武断。这就是讲，这个有知识的人哈，伊是足谦虚的啦。捌愈济个人吼，讲头愈软啦。吼，人讲比喻讲啊呐，迄稻啊吼，愈巴水个担愈低嘛。啊，你若内底吼拢无上个吼，也足悬对唔对？吼，古早都有这个比喻啦。话人吼，捌几行啊尔吼，安尼店家安尼嘴角拢破吼，人马上看你几斤几两几斤，然后讲何止啊？你几斤某人看现现吼？哦、所以讲、哦、如果没有知识的人，他很会表现呐、哦、啊，你若是讲非常冒昧或是武断去评断事情的话，也许你就是评断错误啦。所以讲，一个行代志是要多方面、多角色去考量，
唔是讲，哎，安尼看起，安尼直接你就断定，这都是安怎，那都没有知识，真正诶。我比喻说，我是读医诶嘛吼，那么看病你讲，哎，阮以前一个针灸诶老师都安尼呢，所有诶代志我都针灸就好了，敢安尼吗？那不对，啊，为什么他会这样讲？伊敢那捌去补尔啦。哦，所以讲哦，我们一个身体跟一架车同款啊，你嘛爱电机嘛，冷气嘛，爱磨蛋嘛，爱扳机嘛，爱喷擦，对不？啊，你爱加油啊，换乌油啊，你有拢会晓就无？这台车要安那行啊？所以讲，不能以一个想法去论断事情，要多方面哈、哦、才会正确。所以讲，下一条得讲，勇气来时要谨慎。鲁莽则出于愚蠢和臆测，就讲足勇敢为人好，挺身而出讲啊，这都是安怎都安怎吼、哦。这勇气讲啊，来自于谨慎，无唔对。但是鲁莽的勇气吼、哦，是会或者戆的啦、笨的诶，这个出的主意啦，还是你家己去臆测尔，不是真实。哦、所以讲，咱是安爱讲个遮细腻，因为我们政务官，咱是领导人呐、啊，所以每一个事情，你一定爱细心来剖析，你一定袂使甲咱古早咱的生活凊彩的代志，这是执政不是很浅的问题，唔是咱的一般生活啊。哦、所以讲，我们要指导人。你一定要细心办事，哈、哦、啊！再来，在一切的事业里，都需要聪明有智慧的，包括我们这个不是只有事业哦，这个是事业上的大事业，因为一个国家、一个政府操控在我们手里，你甚至大事业的一个掌舵者。如果你影响到我们的政策，你的歪理或是自私自利在执行、啊、我们这个政府会被你拉垮掉。所以每一个虽然都是螺丝钉、啊、但是欠一粒，这架飞机都会掉落来。所以说我们在执行任务，在我们将来带领所有的部署，我们都是要战战兢兢，一定在你要有智慧去做执行任务啊，袂使轻轻猜猜想想的啊，就讲安尼好啊，就甲做落去，那就哈、哦、差足济啊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上面所说的一切，咱会当归一句话啦哈。哦，讲不听智者劝，不听老人言，悔恨就在眼前哈。古早人就是讲啊，像咱今妈讲的哈，我讲这是合作阿妈的话啦哈。如果刚才那一些条件我们都没遵守的话，我们也许坐不住，又会下台。那非常可惜，我们这个位置得到不容易啊，一定要。好好的来把自己工作做好，所以吃亏一定要在眼前。就是说，你若无遵守这个道理，咱来做这个官员，那么你坐未足久嘛，坐未掉，安尼是毋是足可笑？所以呢，一定爱好好哈，来在这个位置来发挥哈，人生要活在有意义，死的有价值。咱今天遇到的代志，四百年以来，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台湾从奴隶的生活要解救出来，这是一个大工程啊！然后我们是非常有福报来做领导人，那么我们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，那么十。就是要死到非常有价值，咱呢为台湾民政府拼到死，
我们政务官，我们四千人永远不用退休，咱就讲拼到死。但是以后我们是会留在历史上，我们会死得非常非常有价值。甚至我是希望呢，大家能够长命百岁，能够为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付出更多，安尼好啊。健康吃百里啦吼，咱不但身体爱健康。